洲的时尚流行在国际上越来越受重视，而作为亚洲主要潮国之一的日本更是走在时装设计的最前沿。1月11号，台湾名模林佳琪以代表着日本服饰流行的黑色性感的露背装出席 Japan Fashion Week in Tokyo 来台说明会。我们合影留念哦，拍拍照。我们往前一步，然后靠近一些些。这一次 Japan Fashion Week in Tokyo 的活动呢，其实是提供了很多的商机，还有合作的品牌，还有许多想要跟日籍设计师合作的时尚产业人士，在这里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机会。那一方面也是在亚洲来说，这会是一个最大的时尚盛事。Japan Fashion Week in Tokyo 这场时尚界的盛事首站选择在了台湾登陆，这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商机，而对模特们也是走向世界 T 台的一个大好的机会。以这国际名模的角度，您对于这样亚洲设计师跨上世界舞台，在时尚界您觉得是扮演一个什么样重要的角色呢？其实渐渐的亚洲的设计师在国际之间受到的重视已经跟以往不一样了，已经有很稳固的地位。那我相信在未来会有更多的新的设计师能够在国际间能够受到大家的重视。